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就业中心，还有我们社会处所做的努力，也帮忙正在寻找面包热情、面包生活平衡的民众来找一份好工作。为你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哦。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就业中心主任盛慧中盛主任。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社会工作科科长刘婉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婉欣科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的总干事陈明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总干事好。先带大家来看这一段，我们基隆就业中心非常努力，这一次呢跨区域哦，跟我们的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共同合作来举办这个就业征才，邀请十家优良厂商提供265个职缺，欢迎想要求职或是转职的民众踊跃参加。而基隆就业中心也已经在8月19号以及20号连续两天第一次应邀和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合作，直接到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的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成功举办由8家优质厂商总共释出172个职缺的联合征才活动。也可以看后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厂商有在为各自的这个职缺做一些介绍。那当然，也希望这疫情过后，物流业的这个发展能够吸引到这个年轻朋友，尤其是年轻老公朋友的这些注意。那也能够为下一次我们未来的这个合作来做这个推进，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样子的活动跟我们园区的客户联合拉到这一边过来。那第一个也是希望可以让不同的人才看看这个里面的就业环境，包含我们这边的餐厅其实是员工中午早上可以休息的区域。那工业风的这一个环境其实也显示了我们在设计整个园区的时候，对于人才在不同生活、工作、用餐、休憩时候的需求，我们也希望可以照顾到。一个职缺的种类呢，分物流啦，或是说一些仓储，那也有行政管理，也有机械的维修，那甚至还有一些运输，那所以种类非常的多。那这个物流共同组里面呢，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的不管是转职或是求职的这些朋友，可以更加了解到我们物流的这个产业，其实它的人才需求是非常多面向的。双方面都表示，受到疫情影响，物流业更受到外界的重视。未来基隆就业中心和永联物流开发台北园区将更加密切合作，媒合更多工作机会和职缺，同时也为物流共和国内的厂商找到优质的人才。就是要帮民众找到好工作，所以媒合了这么多的工作机会。听说这一次的媒合率也蛮高的，对不对？对。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首次跟我们跨县市的做一个合作，跟我们的永联开发有限公司来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以往呢对这个厂区其实我们是蛮陌生的，那只是之后呢他有参加我们一些单一的征才。好，那后来他们的厂区里面有很多，就是说他们还是有很多的职缺，希望做一次现场的联合征才，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呢，就直接到了我们那个永联物流的开发公司，也就是我相信大家有看过那个招牌物流共和国。好，我们就在里面做现场征才。那这次呢其实参加的民众也蛮踊跃的，所以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他没合率将近达到40%，所以其实它的成效还是不错。对，哇，所以可以看到这就业中心真的很用心，就跨区合作。那如果民众在疫情期间失业的话，那该怎么办呢？这是很多民众碰到的问题。其实在疫情期间呢，民众的失业都会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一个疫情的关系会担心身体健康状况。那另外呢，因为雇主这边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缩减啊，或是说人力的减少，所以其实在这时候他们是非常焦虑的。那我们在基隆就业中心呢，其实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公立就业的服务机构。那以我们就业中心来说，我们是提供四合一的服务。那这四合一的服务里面呢，就包括了有我们一些就业服务啊、职业训练啊、技能检定，
啊，甚至一些创业的一些咨询等等。那从民众进来呢，我们是一案到底，也就是说由专人为您服务。那这专人会从一开始陪伴你做一些我们职涯的一些蓝图，那同时在每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都会做一些陪伴跟一些事切的一些建议呀，或是一些辅导。那当然如果说在疫情期间呢，有很多民众他觉得说我不想到实体的就业中心啊来做一些咨询的话，他也可以用线上，那就是到我们的台湾就业通的网站里面。那这网站里面总共它有分五个区块，那这五个区块里面就包括一个就是做自我评估，从自我评估里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或是说我的工作风格，或是我想要找到的工作是什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职业的一个探索，从职业探索里面呢就可以厘清说我想要找的工作是哪一类型。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技能一个培训。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要找工作，可是很多技能我有欠缺，所以可以从这里面呢，你可以找到你想要接受的训练是什么，来增强自己在就业市场上面的一个战斗力。那再来就是求职求财，包括你要找工作啦、找人，好，那这样的一个区块。另外还有一个是创业的协助。那很多的人他觉得说，哎，我工作一段时间，我可能有一些资金，我想要自己做一些创业，那也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些资讯啊，有一些专家呢可以提供一些课程啊，那辅导你再去做一些厘清，包括你的创业的方向，或是说你的资金的一些规划等等。那这个部分呢有很多的方案或是补助案，也同时可以从线上就可以申请，也不一定要到就业中心。对，哇，所以提供非常多的管道服务，所以只要找我们基隆就业中心，就算是线上也可以。是，那有的民众他就说啊，那我就一边找工作就是一边协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申请失业给付呢？对，那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公司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紧缩或是说人员减少、工作量减少等等，那就势必它就必须要资遣一些员工。那这些员工呢当遭到资遣之后呢，其实除了心理上不舒服，可能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里的经济会受到影响，那生活上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困扰。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依照我们的失业给付的一些原则，生活有保障，安心找工作。所以这部分呢，他就可以依照说他是被之前有非自愿性离职，那非自愿性离职的话，我们就会依照规定，你可以带你的非自愿性离职的一个证明。那同时在你家保的这个离职前的三年里面，你有连续一年的家保的一个资格。好，那都可以来基隆就业中心来做一个申请。那这是申请呢，你给付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家保就离职前的家保的前六个月的平均薪资的60%。好，那如果呢你是你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生障子女，或是没有工作的配偶啊，或是父母，那每一个人呢可以加10%，那可以加到两个人，也就是说你可以领到80%的一个失业给付的金额。是。对，那期限呢，如果说你是一个中高龄或是你一个生障者，那一般来说我们的失业给付是可以领到6个月，可是如果说你是45岁以上中高龄，或是说你是生障者，那你可以领到9个月。对，是，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薪是30,000，如果你刚好又要抚养两个小孩，是，所以你就可以领到80%，就是两万四，然后你如果超过45岁，你还可以领到9个月。那民众会很疑惑，就是说，如果我已经领这些，我可以去打工吗？啊，可以，就是你不要超过基本工资哦，不要超过基本工资都可以，所以大家要记住哦。那工时减少影响到生计，政府是不是有提供打工的机会呢？对，那因应这一次的一个疫情的影响，其实也会针对我们有很多的求职者，那他会有减班休息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劳动部呢，针对这部分呢，我们也提出了几个方案。那首先呢，就是一个安心及时上工。那安心及时上工呢，其实它主要的内容就是它可以补助每个月80个小时。好，那总共一个人呢可以有960个小时，那这个部分工时呢就是一个小时是
168，168。那这主要呢，也就是说，我们劳动部跟一些公部门来做一些合作，那提供的就是一些属于是符合是公共利益的一些工作。那这些工作呢，就提供可能因为减班休息，那来补贴他的一些薪资。那这期间呢，到明年6月30日，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只要有民众他愿意申请，可以线上，也可以到我们基隆就业中心，甚至你可以传真或是用 email 都可以，好，就可以来做一个线上的申请。那这时间呢，就是每一个人是960个小时，一个月不要超过80个小时。所以每月最高就是补助13440元。对，那这是我们第一个方案。那有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安稳雇用。安稳雇用，那安稳雇用呢，其实它只针对的就是我们不只针对劳工，我们也针对厂商。好，那如果厂商他觉得说我想要继续雇用，可是我又觉得说我的业务量可能变少了，可能会觉得说，哎，这样子我是不是会影响到我跟劳工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为了要这样子避免市场的一个萎缩，还有一个职场的一些稳定度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方案。那这个方案就是说，如果说你雇用这个劳工呢，在第二个月跟第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各补助15000，也就是说你禁用由我们来推荐这些劳工呢，你可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是可以领到我们30000块的补助，这是雇主的部分。是，那如果说是劳工的部分呢，它就是满2个月就是10000块，那如果说满4个月呢，再增加10000块，也就是说4个月它可以领20000块。哦，对，所以这个补助呢是包含了雇主跟劳工都有。是，对，哇，不止发钱给失业者，还发钱给雇用失业者的老板。对，其实这个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稳定就业啦。是，那也可以把这个市场呢慢慢给它稳定下来。那劳工也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减缓他缺工的一个状况。没错，就是要稳固我们的就业市场。而说到这一个稳固就业市场，大家都会想到就是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是我们基隆市社会处在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跟计划。我们要请教婉欣，什么是社会安全网呢？好，那强化社会安全网其实是从行政院函颁的一个计划跟政策哦。那当然它的这个政策的形成原因其实是造因于107年以前有许多的重大社会的一个案件，那就检讨了为什么社会上会发生这些比如说不断增加的儿虐案件，不断增加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暴力冲突致死的一个案件。那其实回归这些案件的本质，他们其实都有些脆弱性，包括生活的不稳定、就业的不稳定，然后情绪、生理、心理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社会工作直接服务的这个推动强化社会安全的过程里，在个案工作上就发现了，如果这个家庭的这个当然身体要健康，情绪要稳定之外，如果能够稳定他的一个住所，稳定他的一个经济收入，这个家庭的功能跟结构才会渐趋的完整。我们就试想，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稳定自己的生活，然后三餐都成了问题，怎么去处理？比如说孩子的教养、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是这个长辈的一个照顾。所以，其实强化社会安全网里面有一个很核心跟重要的目标，其实是在稳定这些弱势族群的一个就业哦，跟经济生活的一个稳定。那有几个例子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记得我们在过去有服务一个家户哦，他其实是儿少疏忽照顾的案件通报警案，那也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状况。高冲突的一个情绪，然后会有过度责打孩子的情形，那我们社工就介入嘛，就一开始你就想，所以你怎么会打孩子呢？就说教养管教有一定的一个范围跟程度，后来就渐渐的发现，这个家长的情绪其实是很高张力的，那可能经常一个很小的一个事件或言语就会造成家长的这个情绪冲突，然后波及到孩子。但在这，那我们常就要跟他说，那你要上课，你要学习情绪管理，你要学习沟通技巧，但你把它放到脉络里来看，其实会发现他们生活很大一个困境，其实是他们没有工作。那因为小孩子有一些这个
疗愈的一个议题哦，所以他的工作就很难找，因为他可能几点之后就要配合去医院，然后孩子只要在学校有一些冲突的案件，他就要去学校处理，所以他的工作一起长期的一个不稳定。那长期不稳定之后，他除了面对孩子的这个议题之外，他还要考虑他的生计，他可能每一天的下一餐都不知道在哪里。那社工去访视的时候就发现，哎，真的耶，那个打开冰箱真的就是空空的，就空空的，然后没什么物资。那刚才其实主任有提到，政府会有一些补助跟措施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他物资，可以提供他这个福利津贴跟身份，可是这东西其实都会是补充型的，它大概没有办法让你完全维持你的生活无余，然后孩子所需要的需求都能够被满足，所以就要渐渐的朝向这个工作的一个推动。可是他的工作又没有办法长时间，然后还又要常常请假，然后可能本身的这个条件跟能力可能又不能说条件太好，所以后来这段时间我们其实服务很长期的时间，一直都没有办法稳定他。不论你让他上再多的课，他只要那个压力情绪跟经济的紧绷了，还卡在每个月要周转这个钱，那大家可以想象疫情期间包括我们薪资稳定的人都会觉得辛苦，更何况是弱势家庭，他们的周转金其实是不足的。他可能一个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洗碗的工作，8000块，忽然没有之后，他也没有储蓄，也没有存款可以支应。但是压力爆表之后，大概就是小孩子玩具一丢，就差不多可以打小孩了。可是后来其实这个案件服务非常的久哦，一直都没有进展。后来这案件会做了这个比较好的进步跟转换，真的是在他找到工作之后，透过我们救扶中心的协助哦，那媒合友善的商家之后，比较能够理解这个家长他的这个需要，然后为什么常常请假，不会因为他请假然后就责难他说，哎，你那一天什么晒，一天捕鱼，三天晒网都不来上班。那工作渐渐稳定之后，薪资也稳定之后，其实他们整个情绪平稳下来，家庭的功能也就慢慢的恢复，包括照顾教养等等哦，其实就可以比较显见的一个提升哦，所以可以其实真的可以看见就业稳定、经济稳定对一个家庭有多么的重要。那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例子，是我们家暴的案件。我们会有这个之前有家暴的妇女哦，真的家庭的这个暴力形态的冲突真的太过于激烈，然后透过一些法律诉讼没有办法再修复，那我们的妇女就带着孩子就离开这样。那离开之后就到我们紧急庇护所，政府提供这个紧急的一个协助，那就回到一样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帮他申请特定家庭生活辅助，可以帮他申请这个家庭暴力被害人的相关的一个补助，处理他法律诉讼的议题，处理他这个諮商的议题。可是你长期要去规划，那未来他要复归社会，带着孩子独立在社区居住的时候，他要做，他还是要找工作。然后他们面临的差不多同样的一个困境跟议题是，孩子还小，那透过这个托育的系统、保姆的系统，每一样东西都需要经济的一个支援跟支持。那妇女可能她过去在依赖家庭的生活，其实没什么技能，那也真的就是主任刚提到的，除了求财啊、增财之外，其实是技能培养的一个部分。她透过职业训练，那也要花好长的时间，我们要先帮她搞定小孩子托育的议题，然后触发她这个未来生活的这个想象，然后透过职业训练其实可以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哦，包括我们就不中心的职业训练，我们社会处劳资关系科针对中高龄失业的一些训练。那他后来其实是取得那个烹饪，就是从小吃的那个技巧做入门，那他就可以自己去做自营的这一个小吃的一个生意跟收入，对，其实是小小的创业。那也就是其实透过这样的东西去稳定之后，他才有办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然后照顾小孩。那诸多诸多的例子其实都看见，如果没有办法在经济生活跟就业稳定哦，我们常常去跟他谈，刚讲情绪要稳定，孩子要照顾，托育要照顾好，孩子要准时的如何照顾，其实那东西都会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撑哦，所以其实是真的蛮希望可以在就业这一块，在我们三网的计划里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力气跟焦点，可以共同来协助这些弱势家庭未来在就业的稳定或就业的寻找上能够得到协助。是，就可以看到社会处真的很用心，这个社会安全网顾得牢牢的。要带大家来看社会处他们的实作参访体验。我们当然需要把自己的专长，我们过去所累积的经验，能够呈现在履历表里面，让雇主知道，培养一技之长，
就业路更宽广。增广职场新视野，成功就业多一撇，一通电话我们帮你。真的就可以看到社会处真的很用心，它媒合了很多单位，包括我们的基隆就业中心，就是台湾通这一部分，大家都可以善加利用，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陈总干事哦，其实他那时候从大陆回到台湾，那时候是很想要再继续工作，可是他刚好没合到，我们要听总干事说故事。大家好，我是在2007年从大陆工作算失业以后回到台湾来，那也是借由就务中心这边媒合工作，后来就在一个多元就业的机制之下呢，到了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啊，那时候我就担任了专业经理，后来4年以后呢，就变成很有心得，那也有兴趣，于是我就留在协会，现在在担任总干事。是，这就是多元就业的其中一个方案。那我们就要请教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失业期间可以参加这个职业训练的项目有哪些？其实在失业期间呢，很多的这些劳工就会觉得说，我到底是技能不足呢，还是说我的技能需要加强？当我在找一份新的工作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自己？所以其实在劳动部这边呢，有很多的以就业为取向的一些职业训练。那这些职业训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从台湾就业通里面，那里面的职类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以基隆市来说的话，我们大概的职类有包括我们的电脑，还有我们一些车床冷冻，那甚至还有一些金工，就是做戒指啊，做项链啊，手作的这些，有兴趣的，对对对。那这些职缺呢，都是以我们的就业为导向的一些工作训练。那这样的一个训练呢，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它是参与的就是一个全日型的一个职业训练，那他必须有符合这几个条件，那一个就是他必须是超过一个月以上，他的职业训练是必须超过一个月以上，那每个星期呢要有4天，必须要4天，那另外呢他每天训练的时间呢要超过4个小时，那每个月呢要超过100个小时，那如果符合这样的条件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那个补助，就是职业训练的补助。如果说你是一些一般身份的话，你大概只要出20%，80%呢是由劳动部来补助。那如果说你是特定身份，比如说你像45岁、中高龄啊、身障啊、二度就业妇女啊，或是一些原住民啊，或是等等等等长期失业等等等等等，那这些呢，你就可以得到全额的补助。那在这训练期间呢，同时我们也还会发给职业训练的一个津贴，生活津贴。对，那这生活津贴呢，一样就是以劳保投保薪资离职前劳保投保薪资60%来给付。对，那真的很好哎，很好。那因为像我们很多的训练场，经过训练之后呢，其实他们都考到证照。那有时候呢，有一些厂商他需要人才的时候，他甚至了解说这个班快要结训了，他可能就直接来找人，直接到入班做一些宣导，或是直接在入班做一些征才活动。对，所以很多像我们的一些学员，他可能还没有结训，他已经有找到工作了。是，哇，真的很好哎，上课还付你钱，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如果企业减班休息的时候，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什么补助或补贴吗？对，那因为在疫情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呢，他们都是有减班休息。那减班休息，一个就是雇主他觉得说，我现在没有业务那么多，我可能没办法付全薪。那员工说，那我没有领到全薪，那我怎么去过我的生活呢？所以我们目前是有两个大的比较大的一个方案，一个就是安心就业计划。那安心就业计划呢，其实它就是只要我们的雇主跟员工协商要减班休息30天以上，那这同时呢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呢做一个报备，
好，那这是必要的条件。那另外呢，他如果说跟劳工做一些协商，就说，哎，我之前你正常的薪资可能是4万块，可是因为减班休息，那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好，那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你原来的投保薪资的金额跟你协商后的金额来做一个相减。那如果说你的金少了7000块，那我们就补助你3500。那如果说你少了7000到14000，我们就补助你7000。那最高呢，我们是补助11000。是，对，11000。那这个期间呢，可以达到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好，那这是包括说，哎，这个就是说，哎，我补贴你薪资。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让你增强自己的一些工作技能，就是上课。好，那是上课的话，对，充电再出发。好，所以其实劳动部有很多的方案，也都是面面俱到，不但是对劳工，对厂商同样都有。那像这个呢，就是充电再出发。那有些老板说，哎，我觉得这段时间既然是没有工作，也必须减班，那我可不可以让我的劳工去参加一些训练，或是参加一些课程，来增强他工作上的一些职能？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好安排一些课程，让我的劳工呢就去上课。那每天的上课呢也是一样，他就是以基本工资来算，你一个小时的课呢就是168。那同样上课还付你168，真的非常好。然后你企业也可以自己办训，那自己办训的话，最高呢可以申请到350万。所以这课程真的是可以办得非常的好。那劳工呢，只要你愿意，那你就可以去安排去上课，你可以增强你工作上的一些职能，这样子。那总共呢可以上到144个小时，所以其实这金额还蛮高的。如果说168来乘的话，大概可以领到24192，就基本工资。对，所以这就有这两个方案，一个就是我直接补贴你薪资，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让你去上课，上课还发钱给你。对，所以这其实也就是雇主双方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政策。对。真的，雇主双方双赢就是稳定我们社会很重要的力量。而说到稳定社会，大家可能会想，哎，如果街上的游民是不是社会大家比较烦恼的事情呢？那这一件事其实社会处他们也在做，跟民间有进行的一切合作。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产官学来帮助我们的无家者。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典范，也是一个善的循环，也就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街友重返社会。过去街友在社会上都有被贴上刻板标签，就是说他可能是败坏市容等等的，可是其实街友他们面临的困难，包括身心灵家庭的功能，其实我们没有去了解他。所以我们有机会透过来打扫校园环境的模式，让他们有机会重返社会，建立自信心。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善的循环。那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处吴挺峰处长以及教育处杜国正处长的支持。我想透过跨局处的平台来整合，我们会有更多的街友受到帮助。辅导无家者提供校园清洗服务的做法也获得知名企业万事达金流的响应，特别资助开学前在成功国小的清洁活动，让学校方面相当感激。我看到这个林立清这位作者，他对这些市容还有以及街友可以串起来的一个就业机会跟改变市容，所以我看到非常敬佩。那过去以往也一直想要有机会可以参与这样的一个街友救援的一个行动，但是今天我觉得已经有人做了，我们就揭竿起义，一起来创造这样新的社会文化活动。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基隆的环境是属于潮湿多雨的，那所以校园的地面呢常常都是长青苔啊，然后污垢啊非常的严重。那有清洁公司呢来帮我们清除这些污垢呢，其实对于校园的环境安全，那学童的活动上面的安全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其实很多学校都需要这样子的服务。基隆市政府社会处长吴挺峰也认为，对无家者来说最需要的就是重建社会人际连结，不再逃避现实生活，媒合提供工作机会就是一种好的做法。我们也希望说透过给街友一个技能的一个训练，那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自我肯定，
那同时呢，借由对整个校园的一个清洗，啊，能够让整个校园的一个干净、安全，然后整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提升，然后还包括整个街友他自我的一个肯定，能够多赢，能够共好。这就是善的力量，而且可以稳定我们的社会安稳度。我们要请教婉行有什么样的这样计划，跟我们的无家者协助他们可以找到工作。是，其实从这个案例的一个分享，会看见其实不论是无家者、生障者，我们刚刚提到的单亲，或者是这个更生人等等哦，其实我们的弱势的对象，或者是失业的对象，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机会。就说他们其实是需要机会能够重新的回到职场，但确实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或者如果我是雇主，当然大家也会希望说，哎，我能够招揽到的这个寻觅到的员工，一定又是这个可以这个上满这个工作时间，然后这个全勤，然后不要请假，然后能力非常好。但其实我们要回头看看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哦，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强化社会安全网，大概没有人是局外人哦，不是社会处救辅中心或者是这个服务单位哦，其实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每一位老板，我们都会是社会的一份子。那怎么样可以共同的撑起一个好的社会，会让这些不幸的事件降低？因为不幸的事件发生的成本，其实是我们全部的人要一起承担。所以其实蛮希望是说，像刚刚这个例子是，比如说友善校园的这个空间，它开放一个工作的机会给我们的无家者。那无家者其实他们会变成无家者背后的原因非常的多，可能是家庭的这个关系，可能是个人这个生理能力的问题。我们也真的是有精神障碍的朋友，他就是没有一个依靠的家。那对他们来说，街上是家，但不代表他一定是这个很坏的人，他可能是没有机会。那像这样子清扫校园的这个机会，我们未来也希望多开发。像早年我们也会，比如说，邻里都要挂草啊、割草啊等等，就会有一些工作的机会释放给我们的这些弱势的民众，甚或是比如说不一定是无家者，可能是我们身障朋友，在透过职业再设计跟这个训练之后，他想要找到一个工作到职场，也蛮希望我们也会去寻觅这些，像救辅中心也会帮我们寻觅我们刚提到的友善的这一个商家，能够释放出这个工作机会给我们的这个弱势朋友。可能他没有100分的这个条件，可能一个人的工作我们得两个人做，或者是可能人家做一小时，他可能要做2小时。比如说我们自闭症的这个孩子，成年的孩子，他可能有些固着性，但他可能有些东西其实是做得好的，但也许有些东西确实沟通起来会让我们的雇主觉得啊，我要多花一些心力去跟这个员工做沟通。但能不能透过这样子开放的一个工作机会跟弹性，给我们这一些不论是可能时间上的限制啊，能力上的一个比较不足，或者是像我们这些街上的朋友，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他脏脏的，因为没有他比较没有那个能力去维系，那透过工作机会的给予，金钱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可以自己赚到这个生活的费用，才有可能逐步的改善他的生活。那这个背后带来的效益是我们刚刚提到，社会才会比较安详，然后和乐，等于说我们一起付出这个关心，然后一起付出这个机会，我们才有机会让这些弱势的民众回到社区，然后回到职场。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会针对不同的类别，我们会去开发相关的计划。那这一次的这一个无家者计划，真的很谢谢各界的一个支持哦，让我们看见其实是还是有机会可以寻觅到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职场跟机会，那让我们的无家者可以有一个成功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个成功的经验带给我们很大的鼓舞跟士气哦，希望未来我们也会在这一块有更多的这个努力。那也希望各位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商家或者店家老板，如果未来有机会你也觉得说，哎，我可以跟社会处来合作，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那也欢迎跟我们做联络，也许我们未来就有更多合作的这个可能性了。是，真的是稳定社会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我知道就业中心其实也有帮助这些无家者的职业，对不对？对。那在基隆就业中心这边呢，其实我们有一些临时工作人员。那这些临时工作人员，我们知道说，其实学校的经费非常的少，可是环境的维护啊，或是说有一些比较琐碎的事务，他们没有人可以去协助。那小朋友其实你让他打扫环境，他有时候是边玩边做，并不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干净。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有给一些比较弱势的或是身障的这些朋友
友呢，哈，或是中高龄的这些朋友到学校去协助这些工作。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学校的好评真的是很多，他们都觉得哇，突然间学校变得很干净，或是说，哎，他们可以协助小朋友做一些事情，或是说协助各他们的科室能做一些事情，所以对这部分真的是帮忙很多。那同样呢，像我们这些零工，经由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呢，他们慢慢培养了一个工作的习惯。所以经过这六个月的时间以后，他可以，甚至如果说他表现得很好，甚至会被有一些单位留用下来。好，所以我们也有一些零工，他可能是到例如说像那个叫做国那个什么税捐处国税局哦，或是说监理站等等这些单位。那后来他们发现说，哎，其实他真的学得蛮快的哦，还工作状况也蛮好，后来就把他留下来了。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一开始起步的时候是非常困难，他不晓得该怎么去工作，怎么去培养一个工作的态度跟习惯。那也因为这样子，他反而就是正常的回归到他的工作职场上面。是，这真的是很好，就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回归到社会。那劳动部其实有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青年失业率是近五成，新低纪录。所以其实在青年就业这部分，就业中心其实在劳动部的规划之下有做了很大的努力。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找工作呢？对，那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其实我们以就业中心来说，我们已经慢慢在学校都做一些比较深耕的一些计划。那所以我们从他的高中职甚至到大学，好，那我们就开始到学校可能做一些校园征才，或是做一些就业讲座。那甚至呢，我们还会安排一些厂商、一些企业到学校去跟学生做一些座谈会，让他们先了解说，哎，现在的职场、现在的产业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同时呢，利用像这样的一个就业促进的讲座，也让他们了解说，哎，我怎么样去盘点自己的能力，甚至我要怎么去面试，我要怎么去写履历表。好，那所以这个都是在他们还没有毕业之前，我们就到校园去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他们将近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跟学校做一些合作，甚至学校他们自己也会做一些校园的征才活动，那就把一些厂商的一些职缺就带到学校去做现场征才。那这个有个好处，就可以让学生可以面对面，就直接跟厂商做一些面试。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开始慢慢在做。那当然如果说在学生毕业之后呢，那他会碰到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好，他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好，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有几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你出毕业以后，你是要找工作呢，你还是要练功夫？好，那如果说你要找工作，那我们有相关的计划，可能我们会有一个就业的寻职津贴哦，哇，所以真的是我们想得非常的周到。好，那如果年轻人你觉得说，哎，我想要寻职，可是我不知道方向，或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可以到我们的台湾就业通的这个网站上面呢，先做一个登录跟申请。那这部分呢，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验，就是我的兴趣是什么，或是我的工作风格大概是什么。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会有补贴你2000块的一个报名成功。那如果说之后每个月呢，你都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那个活动，或是说一些就处课程，每个月就可以领10000块，可以领3个月。那这是青年，针对是刚毕业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做，20到29岁。那这申请呢，到年底，到今年年底。好，所以如果今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可以先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那当然呢，如果说你觉得说，哎，我大概经过一个月之后，我已经可以找到工作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就业奖励。嗯。好，那如果这就业奖励呢，就是我们到今9月30日截止，所以在9月30日之前你能够就业的话，你满三个月就给你2万，对，所以如果说你满了6个月，我们还会再追加1万。哇，对，所以这是对一个青年的一个稳定就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对，所以这个就是针对说，如果说你要找工作的话，
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案给你。那当然你觉得我们以前都没有，真的我们以前没有像这样的方案，不过现在真的是为我们的青年想了很多。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青年在这个这么竞争的市场上面呢，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集战力，你到任何的行业里面或者任何的职缺里面，你都能很快的得心应手，是，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在求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寻职津贴，对，3.2万，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你想要练功夫，嗯，的话，我们也有上课，对，练功夫就是上课。好，我们如果要练功夫的话，我们一个产业新尖兵，那产业新尖兵呢，我们最高有10万块的一个参训费用。哦，对，那如果你要参加这个计划的话，你上的这些课程是属于是政策性的，比如说像绿能啊，或是像那个物联网、人工智慧啊，或是说电子机械、国防啊等等，然后医疗，类似像这样的课程呢，我们补助你8000块每个月。对，来上课每个月给你8000块。那如果说你觉得说，哎，那我不参加这个计划，我想要上课，好，或者是说我不想上这些政策性课程，我想一般的课程，那我们就补助3000块给你。哦，对，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练功夫。那再来就是青年就业的旗舰计划。那青年就业旗舰计划，有些青年觉得说他为什么一直找不到工作？可能他所欠缺的就是一些工作上的经验。嗯，好，工作上经验，他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或是我该做些什么，我适不适合什么？那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些厂商取得一些资源，也就是呢，我们先雇后用，后训，先雇后训。哦，我先雇用这些年轻人进来。然后我之后呢，我就开始来培训他。哦，对，那也就是从做中学，我们就是从做中学，他慢慢从这里面去学习。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补贴我们的一个厂商呢，他有一些讲师费呀，或是一些协助的费用，这样子就是教导费。好，那这些费用呢，其实对厂商对这些求职者来说也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政策。那之后呢，他可以把这些人才都留下来了，而且他也上手了，那这些年轻人呢他也稳定就业了，是，对，所以就会有这两个方式。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真的是用心良苦，要帮助年轻人找工作。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民间，我们的服务单位像我们的陈总干事这边，其实也很欢迎年轻人来加入，他们可以当斜杠，哎，你假日还可以交朋友，还可以进行导览。是的，八斗子促进会呢是一个旅游性的一个活动单位哈。那么其实有很多社区发展协会都在一直在推在地，所以也很希望年轻人能够加入哈。那么我在八斗子促进会担任专案经理的期间呢，我们也鼓励到后来，我们有一位上工人员呢，他也去考了领队导游执照，也考上了。好，这就是刚刚主任一直在强调职场的所谓的战斗力哈。那站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做了一些学习，然后你就在迎合新的一个职场。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是，所以只要你有心，真的大家都在帮助你。那说到这个就业市场，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个新现况，就是我们的中高龄就业如何稳定，其实我们的政府也做了很多的规划，我们要请教主任。因为中高龄，其实像我自己，我们也是中高龄，所以其实，在中高龄的时候，我也是，所以很害怕失业，很害怕失业。那可是，因为目前呢，其实我们的劳动力人口的结构都已经改变了，也就是可能因为是少子化，所以这当中已经有开始有断层了。那同样呢，我们的平均寿命也都延长，其实很多就是看60几岁、70几岁，其实还是蛮健朗的。好，工作状况看不出来，对，看不出来，他的记忆力、他的视力其实都还不错，对，就像我们总干事一样，完全看不出来哈。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会我们在劳动部在这边呢，在109年的时候，12月4号，我们就通过了一个中高龄跟高龄者的一个就业促进的一个办法。那这办法呢，所以就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中高龄呢，希望他们能够一个就是能够继续就业。
好，能够留在职场上，那继续打拼。嗯，好，那其实这计划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好，非常多的项目，真的非常多项目，好好的看一下。是，那这个就是职场学习再适应。那职场学习再适应呢，其实我们有些中高龄呢，当他离职的时候呢，他可能要再重返职场，他会有一些却步，他会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到底回得去回不去？好，那所以我们利用像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好，那我们就跟厂商做一些合作，那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让重返职场。好，那这三个月的这些薪水呢，就是由我们劳动部来协助来支付。那三个月之后呢，如果说他觉得说，哎，他 OK， 他就继续留下来，好，继续可以工作。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你是高龄者的话，也可以延长到六个月。哇、wow, ，对，半年了，对，半年的时间。好，那如果说你之后呢，还有一些长期失业的，我们有一个雇主的雇用奖励。那我们这次奖励厂商就觉得说，你如果说要雇用像我们这些特定对象或是中高龄的朋友呢，我们也是补助给你们。那如果说像这样的话，我们有包括到13,000到15,000的这些补助。来提供给我们的企业厂商，对，那这个时间呢是一年的时间，哦，对，一年的时间。那当然，这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雇主呢能够打破以往对中高龄还有高龄的那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啊。其实中高龄呢还是有很多的优点，是啊，那他的经验足够，对，他经验足够，那可能他的比较圆融啊，或者说他在工作态度上面会比较好，不会像年轻人可能要适应环境，可能情绪上比较毛躁啊，或是说他的情绪比较不稳。可是中高龄的是因为他在职场上已经历练过了，或许有些东西他适应的状况会比较好，对，所以我们就利用像这样的机会呢，来补助我们的雇主，对。是，那当然了，其中我们也刚刚说，中高龄其实还是有他的一些优势，另外还有他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一个就是中高龄因为生理的关系，可能他老花眼了，像我们这边就老花眼了，那可能体力呢就没有像以往这么好啦。好，那怎么办呢？好，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中高龄的职务再设计。哦，那这个是针对说我们到这职场上，那他如果在工作上，比如说他的老花眼，他可能看那荧幕，正常的荧幕，他觉得已经有困难，或者是他那个字太小。那这时候我们利用中高龄的职务再设计呢，来协助他，可能把荧幕帮他换大的，哦，好，那甚至说他在前面放大镜，对，还有放大镜，甚至还有台灯，哦，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协助他。那另外比如说他坐椅子，可能他需要久坐，那他的托手板或是他的护腰，等等。那甚至说他如果说需要搬运重的东西，我们会可以提供一些油压的推车，也就是说从这里面我们提供一些辅具，或是改善他的一个工作的环境，或是工作的流程，但是甚至是一些工作项目的一个调整。那这就是针对中高龄我们给予的一些协助。是，我真的用心良苦，就是都帮大家都想好了，帮助企业把这些东西都买好，就是就业中心就很贴心让大家看。那我们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其实也是在我们就业中心这样的一个规模之下，然后慢慢的开始一步一步的成长，当然就是引进了八斗子最厉害最好玩的东西。我们要请我们的总干事跟大家来介绍。是，我再次谢谢劳动部给八斗子产业观光促进会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从102年到现在，执行这个多元就业计划。那目前我们还有3位上工人员哈。那我们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单位啦。那我们从102年开始用旅游性的方式呢，来跟大家见面。那时候呢，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八斗子找乐趣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找乐趣顾名思义就是到潮间带去认识一些藻类哈。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片，这是春天的景象哈，春天的景象。那八斗子其实它四季都可以来玩哈，四季都可以来玩。刚刚介绍是春天，那入夏的时候呢，
满山遍野的百合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啊，到夏天的时候呢，它整个潮间带呢绿藻没了，可是它的它的地质部分呢是一个非常好岩茶的一个部分哦。那冬天呢，大概就可以看所谓的候鸟的群飞哈。那候鸟大概离开台湾了，到别的地方去度冬了哈，那它就会离开台湾。啊，这都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景观哈。它不同的游程吸引不同的族群哦，像刚才的玩绿藻，然后又有看候鸟。对，那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三年前呢所研发出来一个方法，就是用鼠狼，它是一种根茎植物。啊，那在根茎植物以后呢，我们是为什么知道老前辈呢都利用这个鼠狼去染渔网。那我们才知道说哦，渔网是这样的颜色，然后我们就开始去研究它。我们到山里边去找鼠狼，然后很特殊的是，鼠狼它的球茎很大。我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以为它的叶子会像那个姑婆芋那样大，结果它的叶子就像我的手指头这么大。所以当你不认识它的时候，你根本挖不到它，蛮有趣的哈。那我们经过两年的一个推展之后呢，这个活动现在目前很成功，而且也受到很多媒体要来采访。上个礼拜公视还有结合曾宝仪小姐也到了我们单位来做这个采访。那下个礼拜呢，东森新闻网也要到我们这边来采访，啊，针对这个活动已经非常非常的火红哈。再来，目前呢，我们跟基隆的旅游局呢有配合的一个叫做观光巴士的一个活动。目前它推展了两条那个路线，一条是和平岛的正滨路线，一个是八斗子的我们这边路线。那也是由我们单位来跟它做一个配合这样子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活动的部分呢，我们还不止除了活动以外，我们还有四项的 DIY 的活动。啊，如果说你对走户外比较没有兴趣，你喜欢单纯的做活在 DIY 呢，我们有鼠狼染布的部分，有透抽椰干的做法，还有海藻卡片压花，还有散步风筝。啊，这都很适合小朋友来参与的。那我们单位除了这些活动之外呢，我个人认为说也不能光消费八斗子，所以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传承，例如说到学校去推广环境教育，或者告诉小朋友我们以前的即将失传的语法。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传承知识的部分哈。再来就是环保的一个责任。好，那我们也会把游客呢他们来玩的同时呢，我们做一些环境教育，然后影响了他们以后，他们再回过头来啊，我们带他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净滩这样的一个活动。好，所以协会这边现在目前还蛮努力的在做这一块。谢谢。是，所以可以看到推了这个五大活动嘛，可以带大家可以去海缆，你知道不是我们那个大青缆，它是海缆，而且缆出来的是红色的。那秘诀就是在于你的植物种类海缆。那另外就是认识潮间带嘛，潮生带。如果大家喜欢看那些小小的昆虫，那是在海里面的一些海洋生物，都可以在潮间带上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就知道环境与人共存。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它向下扎根。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资讯让孩子们可以真正体会到，然后最后回馈环境的生活。然后很多的团体是不是都会来跟你们接洽来进行捡垃圾的部分？目前来讲，如果要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书上面结合我们的活动的报名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旅游性的活动，包括净滩的活动，都可以在上面跟我们做联系，那我们就会安排。那因为我们的活动大部分在海边，所以日期你定了之后，可能我们会帮你定时间。很重要的是潮汐，所以我们看好潮汐，也会告诉你适合早上来或适合下午来。哇，所以我们
主任这里其实在十月份有进行了一场大型的征才活动，我们剩下最后两分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呼吁一下。金融教育中心呢，我们在10月6号星期四的早上4点到下午2点，那我们办理了一场在我们长隆桂冠酒店，我们办理了一场2022虎年新风气职场新契机的一个现场征才活动。那这次活动呢，其实我们总共邀集了43家的厂商，总共有1200个职缺。那这次呢，我们也邀集了有一些宣导单位，那提供一些就业的一个资源跟宣导，那包括我们基隆市政府。国军人才招募中心、荣福处，那还有地检署，还有原民会等等，那这些单位呢，我们到现场可以提供我们求职者一些相关的资讯。那这里面呢，我刚刚有说43家厂商1200个职缺里面呢，那有将近有500个职缺呢，它的薪资都在30000元以上。好，那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场，也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二场。那也希望说，我们需要求职或是需要转职的这些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像这样的机会。那这次我们的职类也非常多，也大概有6个项目。那当包括呢，我们一些仓储啦，或是行政啦，或是一些资源性的一些服务，好，或是传产业。或者是一些电商等等，那这包括了我们大武仑工业区、瑞芳工业区、我们的6度工业区，甚至我们这次还有桃园厂商莅临到现场来做征才，所以真的是邀请我们这些想求职的这些好朋友呢，不要错过机会。10月6号星期四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在我们的长荣桂冠酒店。的一个现场征才活动，是，所以10月6号大家不要忘记，就直接到长荣，是，可以找工作，对，就希望你可以找到你的热情，也可以找到你的面包，在这平衡当中，一定可以让你有所成长。今天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哦，带大家来了解市府的用心以及各种求职管道，也提醒大家在求职前一定要记得停看停，不要被诈骗了，不要被骗去，像之前前一阵子很夯的。对，好，那所以分析好条件，那祝福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定、更成长。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